第幾集我真的不知道。不知道啊，應該我第四是吧？應該是啦，我是第四集啦。咁今次我哋嚟到3-0呢度就睇下呢一隻。今次呢隻之前我哋有冇乜嘢介紹過？我未，一路都未啊。其實都好想有機會拎上嚟，不過咧早前其實呢隻嘢因為一路都係賣緊話超可動，咁變咗咧其實超可同另一樣嘢就係你做手板嘅時候咧，其實佢都超鬆。咁所以一般就即係如果超可動嘅最好就係貨先拎上嚟，即係可能係已經係生產版啊，咁啊做好曬所有上，因為其實而家呢個已經係生產版啦。呢個生產版嚟㗎啦，係好似去到 T 幾啊呢個？啊 T3 係啊，因為即係如果你話 T1 啊 T2 好多時係啲件裝唔埋啊，或者係有啲件未即係套模未磨好啊嗰啲，即係變咗有啲瑕疵。咁 T3 其實比較接近啲話正式生產版，咁可能即係有時會有機會有 T4， 即係可能有啲件話覺得唔係好夠靚，要再執咁樣樣咯。不過我曾經試過有啲廠要做 T6 T7， 係好大喎，即係嗰個期係騰得好犀利，所以係啊。今日我哋加咗轉台，咁啱公司有個轉台啊。上次有啲師兄話，有啲師兄話想有轉台，係咁就係咯。今日就睇呢只。OK， 咁呢只歐長明，佢係呢個漫畫版係啦。咁佢個作者係佢係阿清水榮一先生同埋夏口志佢哋合作嘅嘛，佢哋係。咁啊，清水先生就係主要係做設定同故事嘅，夏口先生就主要係負責畫。我哋上次都訪問過，我親自嚟過。我真係超 fans 嚟嘅，係好似送咗啲好嘢俾你。係啊，係送呢啲鏡頭後嘅嘢。係啊，咁啊，今日即係睇翻隻版啊，咁啊，即係呢隻就係同即做翻佢哋漫畫原著版嘅個身形係啦。因為可能有些人咧就覺得，即係佢個身形同某公司即係出咗嘅比較唔同啲，因為其實咧佢喺套劇入邊咧，即係喺套漫畫入邊咧，佢應該係比較啲類似係人著住一套即係類似緊身衣加有扣盔甲嘅，咁變咗咧，其實我哋做呢隻版嘅時候咧，佢比較多嘢係可能我哋有啲會阻礙到活動嘅地方會做啲 PVC， 因為好多廠可能比較尷尬於話唔想做 PVC， 因為 PVC 咧，如果你喺某啲情況之下，即可能噴油條油各樣嘢有啲唔好話咧，PVC 時間長咗咧係會有褪色。係啦，咁是Tony 嗰啲啦。啊，係啦，係啦，咁因為其實我哋公司即以往一路做 PVC 嘅時間比較長，同埋其實佢多啲舊化，咁我哋喺面上面咧可能再會飛翻啲牙油嗰啲 coating 啊，變咗其實我哋做呢啲 PVC 嘅褪色就比較少啲嘅。但其實最重要避免褪色係咩？係個物料定係油嘅？其實主要係個油啊，因為例如可能佢 PVC 咧本身會食油咧，咁佢要用啲 primer 洗過佢先可以上。咁但其實最主要都係個油漆啫，即係你入邊睇佢點調油漆啦。咁因為即係呢個都係經驗嚟嘅。經驗啦。係啊。咁所以其實佢呢只咧就比較多會係去用一些 PVC 的地方體現翻佢類似緊身衣，即係一套裝甲服嘅做法，即係可能例如係膊頭上面，因為佢咧而家有個轉下先啦，即係大家可能睇下隻嘢咁啊轉下啲條，咁其實佢喺部分地方，即係可能係頸嘅附近啊，一啲比較容易阻礙到佢活動嘅地方，因為可能見到有啲係會將呢啲位置直頭係拆個關節鬱咗佢，但係唔係嘅，我哋呢只咧就係主要係用啲頸兩邊會擋到頸啊，擋到膊頭嘅地方咧，咁我哋就做咗 PVC， 咁然後咧其實條腰咧都係套咗個 PVC 嘅膠皮，套咗個膠皮，係啦，因為佢本身咧其實佢上面同下面咧，可能喺你喐動嘅時候比較多啲穿崩，不如我哋都係攞落嚟。因為大家都體驗咗呢個轉夠曬啦，係啦，咁啊，即係係咁已扭翻佢先。但係我想 show 呢一個發光位。係。先嗰個。發光位，即係手背。手背嗰個。係啦，咁手背咧，其實可能呢個發光位佢係比較多燈嘅。係比較均勻啲啊，即係可能我都有另外一個牌子嗰只，佢就係好似得幾眼。係啦，就係一眼兩眼。但係就透唔曬成。咁其實呢個咧 LED 就直頭用咗四眼 LED 嘅，咁然後咧後邊嗰件透明件咧都係即係會啤啲米色少少嘅，等佢啲燈打落去嘅時候咧，佢會散得好啲。咁啊變咗類似，即係睇落去會整體少少咁發光。咁
即除了呢、這個兩隻手都係咁樣樣啦。咁啊，心口呢眼燈咧就可以換兩個顏色嘅、哦，即係有紅色同埋藍色嘅、嗯，或者拆出嚟睇下啦。咁、哦、其實咧，佢心口呢眼燈咧後邊咧就有個左右白掣，咁就可以變做紅色，咁、哦、就同埋藍色嘅，係啦。咁就兩個顏色咁樣樣，而且唔使嗌人出行嚟。係啦，咁同埋咧，佢後邊咧，我哋係用咗磁石去做，咁即係佢會自己咁樣換到，係啦，佢會自己揼翻上去嘅。咁然後頭就又係兩粒 LED 啦，兩隻眼 LED 咁樣嘅，係啦。咁啊，即係頭先都講到啦，話多比較多啲 PVC 嘅地方，可能係頸呢兩邊咧，你頭喐嘅時候咧，其實佢會好容易撞到頸嘅兩側㗎。咁啊，頸兩側咧呢兩邊咧，就我哋話即係比較放棄咗用啲傳統，可能話攞夾移開咁，因為其實始終你會同佢沿住咧走個距離比較遠咗，咁、我哋想好似翻真嘅一樣，即係好似咗揀可動。係啦，係啦，咁而家你有呢兩邊，所以你喐頭嘅時候佢會喐啦，咁外乎係可能膊頭我擴高嘅時候咧，咁你就可以就一就位啊，咁佢就會抬起咁樣樣。佢都可以保持翻呢個造型喎，你學手嘅時候，你呢個虛位攝翻落去。係啊係啊，你亦都有啲人話，可能我唔想我冚上去，你可以下面走都得嘅，即係色彩轉變啦，咁啊睇下大家中意點樣玩。咁就去到下面腰啦，咁啊可能腰咧呢啲地方，咁你就會見到我可能後面比較明顯啲，可能咧你屈嘅時候咧，其實佢會撞到下面呢件件嘅。咁佢遠嘅話，你會見到佢咧，可以有啲拉伸性嘅，有啲拉伸性嘅，係啦。咁佢其實佢轉個幅度都比較多啲。咁同埋咧，因為咧佢同正式你做一啲硬嘅 PVC 或者 ABS 唔同，佢撞到啲位嘅時候咧，即係你話呢度曲起啊嘛，撞到啲位嘅時候，佢可以曲起或者係移去其他位置。咁其實甚至乎可能背啊呢度都係嘅。咁你見到呢度咧，其實空心咗嘅。因為咧，佢入邊有條波柱要喐嘅時候咧，如果你唔偷呢啲位唔偷空心咧，如果你淨係做一件硬件嘅話咧，其實你嚟到呢度就要穿崩嘅。咁變咗其實佢可動上面可能係會比較誇張少少，就係因為呢啲位我哋攞嗰啲膠皮去將佢補足翻嘅呢啲位置。即係正如可能前邊咧啱啱都講到話，前面呢啲位置咧，因為嗰啲 PVC 可以走位啊，咁可能你屈咧，你就見到佢呢度咧咪巢咗嘅，佢可以屈翻入去。咁變咗，但係咧，你向後咬嘅時候咧，佢呢度亦都會補翻位咁樣。咁我呢啲位係可能特登做長啲啊，令到佢可以去填翻曬所有會穿崩嘅位置。咁特別留意我就呢一個位咯。係啦，呢一個位佢唔使做拆開，佢都做到提腿嘅動作係咪？係啊係啊，唔使做拆開都做到提腿，即係可能比如説話，你要將個腳向上咬上嚟呢度咧，咁變咗佢其實佢本身呢個 PVC 咧，佢會避位啊。咁你可以咬得好高，亦都冇乜問題。即係比如説係可能係呢只腳，咁你話要向外打咁樣樣，咁佢上面亦都係啦，佢都係個 PVC 會俾一定位嘅。我呢個位都喐得好犀利。係啊，咁啊，呢只 T3 可以隨便扭啊。你睇下呢個，即係可以做到呢一個動作，其實。即係其實佢有部分可能結構上，即係已經係近乎係一個素體嘅拆件。係啦，你係啊，就好似素體嗰種感覺。即可能話你要接起對腳成個 U 型啊，或者係手臂要接翻上嚟啊，呢啲手臂都接。係啊，手臂都可以接翻上嚟。咁啊，其實頭可動啊，呢啲比較幅度大啲啊，即係左右零。同埋我感受到佢有重量感，佢係咪用咗啲合金嘅嘢？係啦，佢有用到啲合金啊，即主要喺啲即。其實玩具加合金咧要合理啊嘛，咁佢就主要喺啲比較balance嘅地方，即係攞翻佢成隻平衡嘅。咁可能係膝頭哥啊、腳掌啊，或者係佢腳入邊一啲結構，我哋會做翻合金，即係等佢企嘅時候，你可以容易到攞到佢個支撐點咁樣。已經扭得好駕輕就熟咯，係咪都 OK 好扭啊？係啊，都幾好玩。跑步啲姿勢咁樣做，同埋咧佢呢個個電咧有啲神奇嘅，佢呢個手咧咪有四眼燈嘅。我哋試過咧攞嗰啲最細嘅 AG1 嗰啲電咧推入去咧，得兩粒嘅啫，兩粒電可以推到個幾鐘頭。即其實你基本上你係啊，因為入邊落咗電阻，咁佢壓咗個光度，咁令到佢可以 last 耐啲。咁啊即可能例如你帶去外拍啊嗰啲，咁其實你可能試啤帶多兩粒電，你玩幾粒鐘 OK 冇問題。其實眼都 OK 慳電嘅，因為
電咧好多時都係大家外拍嘅一個即係比較頭痛。其實呢個造型佢擺喺動作上嚟咧就好到位嘅嗰、那個。係啊，因為力量感其實佢似翻有人味啲咯，有啲位置咧就唔會話可能我有啲嘢去牽起咗，或者係棘住咗，或者係我要將嗰腳拉出嚟啊，或者係係啦，你就似人啲，即係感覺上一體化好啲嘅。係啊，你咁我仲有個頭係咪講埋？係啦，仲有個頭咁啊呢個係男主角嘅頭啦，即係早田進次郎嘅頭啦。咁啊呢個頭邊個原型先？呢個頭就係阿大山龍士雕，即係可能咧，即係有啲師兄玩開手板啊嗰啲就知啦。大山龍士即係平時係雕開嗰啲即係有雕下人啊，或者係雕啲龍啊怪物啊嗰啲。即係之前早排有雕個 Mon Hun 嘅紅火龍賣30,000 yen咁樣咧。咁就我哋都好榮幸咁啊，邀請咗阿大山龍師傅。好得意喎！你哋都偏有日系嘅嘢，真係揾翻日本師傅去。其實咁樣會好啲嘅，因為發覺就係如果你始終你唔係嗰個地方嘅人咧，你感受嗰個文化嗰個方式有啲差異。咁變咗可能即係假設我揾國內師傅雕好，即係當然有好噶啦。咁但係好嘅都係個期係非常之難約嘅，即可能我例如我要揾佢幫我手雕個嘢，要排年幾期，即係2018咁樣樣，即其實排唔到。咁啊剛好咁啱，即嗰段時間大山龍士先生就有時間幫我哋去搞呢個頭。咁啊即啱啱遇著光光就揾咗大山龍先生做咗呢個原型。不過顏色就唔係佢幫忙上嘅，咁顏色就係我哋公司嘅上色師傅去做咁樣。咁啊亦都可以插翻個頭上去，即都係。即係其實佢角色咧，即比較傾向咗狗頭身少少，因為其實跟翻設定咧，其實係比較撩啲。係啊，係啊，係。咁我哋主要跟翻設定，因為咧，其實若然你想佢似翻人啲，咁就變咗你一係就機械狀態，即係著甲嘅狀態，一係就個頭。咁變咗其實最主要我哋都就翻嗰個著甲嘅設定，因為頭就其中一個換味嘅方式嚟嘅啫，咁就都俾埋個頭。不過即整體嚟講啊，可能合金啊可動啊，有啲地方可能例如啲腳咧係都做翻啲比較多嘅設劃。咁然後上面呢度咧就用我啲比較有趣嘅方式，我哋喺個 PVC 件嘅兩邊咧就開咗個接位俾佢走，咁然後前面咧就唔會話明顯見到我有個關節啊，定還是係唔會話特別即係見到穿燈有條好粗嘅縫咁樣樣，咁啊即係借啲位去做咯。呢啲就係最近啲素體嘅要試嘅動作，就係啲症狀係咪咧？哇，都可以做到啲比較自然啲嘅動作。係啊，即係其實你話咩爆地啊？對於呢個款嚟講就比較基本啲啦，即係啲動作，咁啊係咯，正坐啊，跪，你係咯跪坐都都 OK 嘅。其實我都中意佢嗰個面，即係機械人個頭嗰個線條，因為現場我睇過佢畫出嚟咧，其實真係好靚。係啊。其實這個頭咧嗰陣時，其實畫呢只都監修咗一段好長嘅時間，因為直接其實呢個版權都我哋都攞咗好長時間，不過喺嗰個猜外形嗰度咧，用咗非常之長時間，因為其實猜外形嘅時候，我哋又因為好想跟翻原著，咁變咗好多位咧即可能有啲細節嘅地方，其實係即會請阿清水先生幫忙去再畫啲仔細嘅圖，即係呢個完全係忠於佢嘅監修之下。係啦，咁即係可能係佢手後邊呢度呢個缺位咧，其實佢呢塊甲咧係攞前邊嗰個位置一路拖翻嚟，咁誒其實喺物理上面做喺咁細嘅 figure 上面做唔到，咁變咗喺呢個甲上面咧，我哋出咗三件唔同嘅換件。咁可能係有，因為嗱頭先話一個拉伸性，佢其實係成塊冚曬佢全個面嘅，咁變咗咧即係我哋盡量去做翻跟翻原著，就係佢可以冚曬成幅嘅，因為佢正常嚟講呢個位唔會留空嘅。係。咁啊，當佢要用嘅時候，佢就會先係可能係燙出嚟或者摺起嚟嘅。咁所以呢個位置，我哋想做翻佢原著啲嘅味道，咁就做半件嘅。咁就即係除咗呢個冚住啦，亦都有可以裝翻佢有兩把光刀
嘅件咁樣樣咯，即係可能係插翻翻落去。咁後邊一段咧，因為即物理上可以嘅時候，我哋就做翻係可以拉伸啦，即係咁啊插翻落去。係啦，前面就套翻呢一個故事。咁可以插翻翻喺度咁樣，咁亦都即係因為配合啲換尾繩啦，所以佢手型就有八對啊，唔係誒四對嘅八隻手型就四對手咁樣樣。咁有啲 pose 擺出嚟，咁型型一陣。咁啊，多啲玩法啊嘛，因為其實而家好多玩具都即係大家話小配件，咁啊其實就盡量諗咯，即係可能你去做呢啲嘢嘅時候，你咪諗佢到底大家玩嘅時候需要啲咩就盡量。因為其實佢就得咁多，即除了玩手型啊、換過個頭啊之外，就主要是玩個水平嗰度。咁就空燈呢啲亦都即做翻，大家其實對 Ultraman 本身嘅印象係哦有紅燈有藍燈咁樣樣，咁就都做埋出嚟。有頭又有紅燈，咁即係唔使出多個版本。唔知道，不過即現階段就未有計劃嘅。咁係啦。咁你有個頭又可以當頭盔咁拿住。係啦，你又可以攬翻，即係似翻佢本身咧。佢喺個漫畫其中有一期封面，佢就拿住個頭盔喺個手度嘅。係啊，咁即係咁樣，你會有種真係似翻嗰個漫畫角色嘅感覺，即係佢有個人著格嘅感覺。係咪仲有得訂啊？呢個而家係未而家準備好似係二次開訂，再開多次訂，咁就有啲特別嘅活動，大家可以去留意下。有啲咩特別？有啲特別嘅活動，唔知道，咁就係啦。大家希望繼續留意。留意邊度先 ？Facebook 啊，或者係網站咁樣。OK， 快第一時間都知我哋有咩消息。好啦，咁今日都差唔多啦。多謝各位支持。好，拜拜。